好不容易请同学来家里吃一顿饭，竟然吃打卤面。不过也没别的办法了。你要不要尝尝我们家特地做的打卤面？好。好吃。真的？这打卤面看着难吃，吃着竟然这么香。面好吃啊？好吃你就多吃点。哎，其实这个土豆丝也挺好吃。你让人家自己用公筷夹。这孩子今天怎么这么矫情？哎，未来，你家是干什么的？我家做生意的。哦，这么巧啊！咱们两家都一样，都做生意。不过呢，看你白白净净的，应该是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。你家做啥生意？还剩不剩人吃饭了？哦哦，好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个大菜呢，你们先吃啊。吃。辣炒螃蟹。这螃蟹不是臭？没事儿，就是有点不新鲜，但绝对没坏。我用辣椒这么一炒，吃不出啥来。未来，我不知道你在不在乎啊，反正我们家不在乎。来，方轩，你尝一个，你看。你还能不给我点面子啊？